腻了。什么？不是你天天穿这身睡衣，你不能换一身啊！你穿的是什么玩意儿啊？不好看吗？不是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主要觉得啥呢？你看你那个睡衣啊，它是贴身穿的，对不？咱定期咱经常得咱得换一身。啊，我下次换个 Hello Kitty 的，还是那个，哎，小鹿不穿是的，咱，你原来换什么 Hello Kitty 的？咱那个高级冰丝感的，咱买不起吗？是那种滑溜溜的那种面料的。不皮寒，穿的冷。你想想啊，换种样式，换种心情嘛。你说你老穿那个纯棉的，这玩意儿，该换那玩意儿好洗，换一套。行，换换换，一会儿就去买，行不？不用，买完了。我就啥，我就知道你肯定能那什么，你对自身健康啥的，你肯定那个什么。我所以你今天买了，你还不得还两三天的物流才能到啊？那玩意儿慢，我提前给你买完了。不认同，我没别的意思。这东西呢，我主要是为你买的。我不看，我不乐意看那玩意儿。你换上，我不看。你那个，你换，你试试它那个材质啥的，合不合身啥的。你试试，没事，我不看，我给关门，我给关门。好大一步棋！好了，换好了吗，东东？行，那我进来拿。我看不看？你啥造型啊？蛆啊？美女，穿上了？挺好看的，挺好，挺好。让我看一眼。你不是不看吗？不是我，刚才说是那个不看。我说你画完了，你不得让我看一眼吗？好不好看的？那凭啥？我替你看完了，是不是挺好？行，不看那了。你快出去吧，我要玩会手机了。哎，你这会儿亮相吧？衣服呢？你换的衣服呢？我试完了，很好看，然后先放里头。你不是你画完了，我还没看呢。那玩意儿一看就贵，那面料啥的，我寻思我穿上好看，然后就放进去，又整脏。妈！干嘛？